老先生，安安你好。先装备个汽油弹好了，希望我是能一次通关呐、啊，但是感觉有困难度啊，因为这些东西如果使用了之后嘛，然后死掉了，使用角色死掉就会跟着一起消失掉，因为你使用过，它不会再给你留下来。这就是其实还算蛮好刷的、啊、东西，只不过谁希望自己死掉嘛？除了观众之外，然后再把一些东西塞到仓库里面去，因为听说他好像黑暗灵魂好像之前有负重这个东西在啊。如果东西太多，好像会影响自己的角色的行动速度。这些配点我都完全不清楚啊，然后哪些要先升我都不懂，这些到底要做什么？他也没有教学之类的，有点不亲民就在这里啊，有点不亲民啊。This was 其实 once 这里 a 面的 safe haven for NPC 都可以砍 hunters. 了，只不过砍掉它就会消 A 失掉了，workshop where hunters used blood to 然后以后都不 enhance 能 their 使用那个功 weapons 能，所以还是不要。and flesh. 而且老先 We 生还 don't 蛮 have 好，as many tools as we once did, but you're welcome to use whatever you find. Should it? 好了，老先生讲完话了。呵呵，都讲错话了，老先生，哎呀，哎呦，我想说我要摔死嘞，哇，吓到！他黑暗灵魂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出去的时候突然一个转角，你没注意就掉下去了，无底深渊呐、啊。这边还好啊，因为是自己的梦境里，所以就比较和蔼可亲一点。然后这是线上的玩家，你可以看到地上的那个，那红红的，就是他怎么死的？你看一下，他可能是绕进去，哎呀，这样蠢死的，自己不要这样就好了。你怎么死掉的？他都会自动记录，线上的任何玩家都可以看到，虽然不会记名字，那个红色的形体都是怎么死掉的？只要看墓碑，他就自己跑出来，然后怎么死的？这样。他这样这样，哎，跳下去了。那哎，跳下去就死掉了。那为什么我刚才跳下去没死啊？哎，奇怪嘞。好的，challenge 再一次挑战。私は挑战者です。loading 有点久，就稍微等一下吧。这一次狩猎之夜。看我神马来也，有点自吹啊！要讨伐那一只王，Alpha 版的时候我被讨伐了，这一次正式版第一次，打打看，我带了汽油弹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讨伐他。汽油弹应该会蛮痛的，到时候来试验就知道。Alpha 版没有试过他的汽油弹的威力，所以呢。从这边下去吧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开过这里了。这边怪，我要暗杀他。第一次使用这个技能，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？哎，成功了！过来！哇，卡哥伊！哎呦，他躺躺舒服了，捡过他就不会再掉了。现在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坐轮椅的，一个是站着的。把里面那只站着的引出来，这样我逃跑空间比较大。这只要小心点，它有时候会突然发狂连击啊。好，顺利的解决掉。火把的我比较怕，这种的就小心点，不要被回倒就好。
被挥到就过去狂扛，补回血就好，尽量血瓶就不要用。哎，我想说会这样用不出那一招，看来坐轮椅的就不能对他了。那一只坐轮椅的他是拿枪，所以不需要对他心软。如果心软的话，到时候是你会吃苦头的。哦，这边躲了一只，虽然没有火把，但是我看得到，因为我调最亮，调到最亮就是不一样啊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好了，吸到一点钱了，拿东西。哎呦，你会不会太阴险了点？哦，好险，我刚才神反应了。只是拿个东西，这样这边还要躲一只，哦，有点机车。哎，这边有一只，我也来偷偷来偷袭。既然你们都爱偷袭，那我也来陪你们玩玩，嘿嘿。悄悄的 ，client， 啊哈，变番茄汁了，现炸的 ，pancake 呀。这不是传说中的断带肥肥吗？不管你了，直接讨伐王。进到这里来，他就不会跟进来了吧？很好，果然是有设计过的，这样就可以安心的打王了。打王仗的时候是不能逃离的，他要把你关起来，像封印的东西之类的结界。哦呦，没锁点。想到奇怪，没打到了。哇塞，哇塞，他太凶了吧！打一下就半条，枪好像对他没什么用啊。直接，哎，被抓到了！哇嘞，哇，半条，硬算硬算。哎呦，好，不行，退退退。好了，补完血我回来了，准备吃我的汽油弹，吃吧。近距离讨伐，嘿嘿，抓我啊，呵呵，想抓我还找个一百年呢、啊，来呀、啊、你。我觉得我打的会比较痛，汽油弹根本就在抓痒。呵，在胸，吃刀，吃刀，吃刀啊！哎呦，屁嘞！那你快没血了，赶快退！这时候被他接到就完了。没血 ，Oh my god， 好恐怖哦！呜、哦，痛哦！やばいです。哎呀，真的やばいです。来，哎呦，吃下去吧。现在好像给他火上加油，越吃越火啊！这家伙现在暴气，抓下去的比刚才痛一点点。哎呦，妈浪费啊！先补个血。哎，他倒地嘞，好机会，好机会，好退退，恐怖哦！是啊，过来，好像在抓痒，在吃啊！哎呦，哇呜！又秒，先补个血。哇，刚差一麦麦，补血的时候他抓过来，我又也，这家伙变凶了、啊，你走开呀、啊！哎呦，被四点卡住。Oh my god！ 哇呜，他快去了，枪战，枪战，过来啊，过来，给你吃枪。哎呦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！啊，讨伐了，成功啦！第一次讨伐成功，以猎杀魔物啊！哇，压力好大，终于解放了，终于解放了！赶快找 safe 点，
血缘诅咒呢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在回血速度上面很快，而且回血的时候使用补血品可以移动，不是呆呆站在那里，不会像魔物猎人那样搞不懂那角色到底在想什么，怪都已经放电状态要冲过来，还在那边呆呆喝补血药品。照这个玩法的话，在这里面早就不知道吃了几招了，可能一下一招就掰了，有些王是一招给你下去的。然后这个虽然很难啊，但是血量也看起来很少，如果补血品带很多品的话，其实跟加起来的血量应该是跟王差不多的，王的血量很长对吧，然后它比较硬一点，但是你带个十瓶左右的血瓶回来的血的长度应该也跟王差不多，只不过看谁换血能力比较强，然后王会各种血量各种招式会变化。好了，终于讨伐成功了，全身无力瘫软。哎，你醒来啦，看来我可以强化了。强化东西现在呢 OK， 然后这个东西在哪？哦，这个使用之后就会变成就像是这里面的金钱的东西，可以让你强化时使用，或者是买装备的时候使用。I am a doll. 这个 in this dream to look after you. 游戏竟然会有妹子， Honorable、而且还蛮漂亮的。Pursue the echo. 让他醒来的方法就是进入完那个 boss 战之后，右上方的那个眼要开，好像叫什么灵线的。And I will be here for you to embolden your sickly spirit. 好的。Very well. Let the echoes become your strength. 现在。Let me stand close. Now shut your eyes. 要升级什么东西好呢？哎呦，摸着我的手，我都害羞了。修了，升级血量好呢，还是耐力好呢？我觉得都很重要哎。血量太薄，网打一下就去了；耐力不够，你挥一挥，想要脱离的时候，结果没体力就被挥死了。这两个都觉得很重要哎，怎么办呢？奇怪，怎么都没点到？他顾拐哦。哎，哪里？我不是够吗？为什么不能点？齐了！哎呀！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如此啊！原来要往前推一下，看你要加多少这样。但是我好像快要不够金额了，那升一次级花超多钱的，我就稍微点加了一点血量跟耐力，这样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。Did you speak with Gammon? He was a hunter long, long ago, but now serves only to advise them.He is obscure, unseen in the dreaming world. Still, he stays here, in this dream. Such is his purpose.